你待我如此，夫复何求？督军，有份重要文件要递交给您。哎，督军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早上好。我想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婚礼的事宜吧。哦，我刚睡醒，还没收拾呢，你在下面等我。你疯了？莫寒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哦，睡了个回笼觉。啊，按照你们中国的习俗，这个月初八便是吉日，咱们的婚期就定在这日，如何？太仓促了吧。那你对礼服有什么看法？你满意就好。那咱们是按中式还是日式呢？随你。别纠结了，先喝口茶吧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给千岁子道歉。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他先撞的我。都怪我对你太纵容了，胆子是越来越大，看来我真得罚你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赶紧道歉。我早就不想过了，要不你杀了我。够了，莫寒，何必和他置气？我们谈正事要紧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要惩罚他。在这等我。这家是不是很好吃？咱们就这么出来了，千岁子怎么办？没事，沈锦陪着他。布老虎，来看看啊。你看那边也挺好看的。你讨厌。讨厌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我给你吃一个，吃一个啊！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